梦见被老鼠咬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有时会梦见被老鼠咬，那么梦见被老鼠咬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在梦境中，老鼠一般象征着困难和小人，而梦见被老鼠咬一般预示你的身边可能会有小人的出现，但是遇到的困难只是一时的，并不会对自己造成太大的影响。如果梦见被老鼠咬到身体或衣服，这可能表示你在工作上会因为疏忽而导致一些差错。梦见被白老鼠咬，如果平时你喜欢白老鼠或者觉得它很可爱，这可能就代表着你的一种喜爱之情。如果你讨厌白老鼠，这可能就预示着您将会遇到困难或者会受到小人的攻击。总之，梦见被老鼠咬可能提醒你近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并且要提防身边的小人。